是谁又让台北的机场陷入混乱啦？原来是杰尼斯管巴成员井户亮来啦，相隔11年再度来台，有不少死忠粉丝前来接机。我们小亮这是帅气皮衣，戴着帽子现身，面对媒体与粉丝，感觉有点小羞怯。前阵子传出和英泰在夜店打架，可是小亮脸上看起来是没有伤痕，在混乱中还露出惨笑呢。不过最让人意外的，还有在等待时竟被我们捕捉到豆岛啦，脸也太红了吧。